黃毓民議員，多謝主席。嗱，而家進行緊嘅係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咁啊，根據主席咧，即係嚇嗰個設計咧，呢個係第二項嘅合併辯論啊。個主題包括管治政制發展同埋地區行政。咁呢個就即係參照施政報告嗰個做法啊。咁呢個涉及嘅範圍咧，就包括政制事務、司法、法律事務、地方行政、大廈管理、公民教育、人權、保安事務、公務員同埋資助機構員工嘅事務。嗱，喺即係話呢跟住落嚟呢五個部分啊嘅合併辯論裏面咧，其實好多議員都可以提出修正案嘅。嗱，有人話今日係拉布啦，又而家第幾日啦，又浪費幾多公帑啦。黃國興係日日喺度做 show， 因為佢要選下屆嘅超級區議員，我哋係同情佢嘅，理解佢嘅，但係聲大夾冇準，係嘛？呢、這個就即係大家都人所共見，咁啊造成一個小插曲，係嘛？流會都關佢事嘅，其實嚴格嚟講啊，咁啊呢個姑且不罪，我又唔中意同嗰啲人喺度糾纏，係嘛？嗱，我想講一樣嘢咧，主席。要俾少少時間我講一講，就係喺呢五個部分嘅辯論裏面啊，即係造成五個部分嘅辯論裏面，就有14個議員提修正案。我哋呢度咧，除咗你之外，有69位議員。咁係咪即係財政預算案關於開支嘅部分係即係能夠提出修正嘅，就係得呢14個議員咧？其中有三幾個提得特別多嘅咧，嗰啲就叫做拉布，係嘛？咁如果個個都提，咁就即係大家都喺度拉布，係咪咁解呢？係咪？所以連主席你都開口埋口拉布，嗱，我就從來唔覺得我係拉布嘅。喺流會之後呢，就陳偉業行出去同記者講話，呢個人民力量同埋社民連嘅主場，我非常之反感。呢個係人民嘅主場 ，OK？ 我哋係代表人民，我哋係民意代表。財政預算案即係話。呢、这個所謂2014年嘅撥款條例草案係茲事體大，有關民生，有關港人嘅福祉，係咪？佢有一定嘅程序俾立法會嗰啲民意代表去辯論，係咪？大家調分理色，紅辯滔滔。首先就俾你二讀，係咪？就呢個財政預算案嘅所謂即係嗰個宏觀啲或者微觀啲去睇成個財政預算案。係嘛？睇下呢位司長有冇啲雄才大略，因為仲係繼續做守財奴，咁啊大家咪辯論，個個發言15分鐘，個個都有份講。跟住落嚟就要到全體委員會階段啦，就係、是、議員可以根據議事規則提出修訂案，係咪？而家講緊嘅成2000條，俾你刪咗成1000條，咁剩刪咗900條，剩翻輕鬆啲條，咁都好啦，咁都。叫做額外開恩，有啲都瑣碎無聊，又重複，係嘛？有啲係將舊年嗰啲攞翻出嚟抄一次，咁啊交嚟做修訂案，我哋都知道，係嘛？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個都唔重要，最重要就是通過一個咁嘅機會，一個咁嘅平台，俾啲議員去調分理色，紅辯滔滔，就呢一個財政預算案，一個撥款條例草案喺開支個部分，各個部門、各個總目分目提出你嘅意見啊嘛，係咪？有啲你覺得我唔應該用咁多錢嘅，咁你咪減佢咯。嗱，好多時係政治表態，更多時候係宣示立場。至於屬於具體主張嘅，亦都有係嘛？譬如陶謹申每年都提嗰8000萬神秘支出警務處嘅，係咪？佢係要削佢嘅，佢嗰個係一個立場嘅宣示，年年都係咁樣噶啦。OK 係嘛？好啦，而家只不過多咗啊呢、這個即係嚇。其他啲部門你又講下，食環處又講下，海事處又講下咁嘅啫。譬如最近海事處啊，因為個海難事件啊，人神共憤，咁啊，跟住就冇人需要下台，咁有啲人又會借機攞出嚟講。嗱，呢個一個政治嘅表態，一個立場嘅宣示。呢、這、一個議會你總係要俾個機會呢啲民意代表。可以借呢個財政預算案辯論嘅機會，特別係全體委員會嘅階段，大家都可以提修正案啦嘛。亦都俾我哋睇緊電視直播嗰啲市民知道究竟係咩一回事，點解而家呢度得幾丁友係嘛？主席點名？